烧烧不是痛，和你烧热应该也解掉。你要是痛，很多人我都说你受不了那些，你要稍微有一点，稍微有一点点痛，你可以啊。你要解也，它也可以用好几天。你要是哎，烧烧不是痛，很痛的，我说的就是。才几年，三年的那个，我给你。
谈多少年了？对，好几年，10年了。就是处理的嘛。还有刚才他那个问题，你的，就在昨天，也谈好几年，他过世。